习一次哦，哎，我们再来练习一次哦。当非凡喊谁可怕的时候，大家喊旺旺，同时举起你的右手，来，谁可怕？旺旺。谁可怕？旺旺。谁好大？旺旺。谁好大？旺旺。谁可怕？旺旺。谁好大？旺旺。要道歉。蔡衍明。谁要道歉？蔡衍明。休息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希望警方有代表来跟我们协调。我们现在的人数一直涌进来的，我们需要在一个车道，我们需要在一个车道哦。我们会请这个孙友莲来跟警方协调。我们需要在一个车道，然后接着呢，我再提醒大家，现场有陆陆续续来到的记者朋友，你们会站在宣传车，也就是我现在讲话的这辆车的前面。我们有上下游新闻市集、媒体改造学社，有天下杂志的朋友，还有很多线上的记者，还有很多前忠实跟前智力的朋友，麻烦你们站到最前面，站到最前面。哎，各位所有的公民朋友，那我们的同学们，第一大队、第二大队、第三大队哦，现在人非常的多。今天从南到北，有非常多的学生社团都来参与这场游行。我们的愤怒，我们对于言论自由与实新闻自由、思想自由的坚持，已经到了沸腾的地步。我在这里，我们来唱名，来点名各个社团，请被点到的一些社团呢，先欢呼一下。那 OK， 在唱名之前，请一个横排十个人，因为我们后面已经太长了，一公里多了哈。一个横排十个人，纠察队协助我整理一下，一个横排至少要有十个人，一个横排要有十个人，大家自主整理一下，大家自主整理一下，要不然 NGO 团体已经有上百个 NGO 团体了，大家自主整理一下，我们要再扩一个车道。